水管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喊他。好。由于我们这个沈庄地势非常复杂哈，非常险要，然后不能直接爬出来啊，只能用这条出水管从这么长排到海里面去啊，我们只能慢慢的抽哈，慢慢的磨它。来了，抽干了，哇，你看这就是搁浅了，黑雕。哦，漂亮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哦，进去，耶，鳗鱼啊，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，哦，漂亮，躲在洞里面，以为看不见吗？来这里，两只，两只，哇，先抓一只，抓不了，喂，哇，两鱼，漂亮。撞出来了，哇，红斑，七八两，漂亮，哇，下雨了哈，快点，哦，海鲈，这个一两斤啊，进去，哎呀，好，打破，哇，尾巴，看见了吗？哦，油怪。小上去啊，来，哦，黑雕跳舞了，哎呦，这里，哎呦，小青蟹，太小了，这么小我们不要哈，就放生嘛哈，就放在这里，哇，这只就拍了，七八两，漂亮，这么大的螃蟹，来了，哇，这什么？也是油贵，来，哦，包公，小包公，关了，哎，黑雕，这里还有一只，搁浅呢，你看，小可啊，开锅，哎呦，龙虾的须被我拽断了，完了，哎呦，哦。漂亮，八斤，哇，不要弹了，来，阿伯递一下，阿伯，哎呀，这里啊，哇，狗杀，这个有没有一斤半？阿伯，这只有没有一斤半？差不多，来，换给你，真的吧，来，阿伯。哎，甩我一脸！你这个小坏蛋，黑雕，哦，来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珍珠斑，哇，身子很修长，来，小心点。师哥，那个洞里面有只鳗鱼，师哥在哪里啊？那洞里面尾巴看到了。哎，真的，哎呦，给他跑进去了。跑进去不好抓了。自从这个地方出来，哇哈，哎，哇，哦，你还想跑？来，哇，嘴巴张那么大。哎呦，这是八爪，弹这边，钻石。啊，来，这不大，一斤。来，差不多摸好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好不？哎，今天抓的不多，等下卖一下可以卖多少钱？啊，但是你今天也不亏，你捡了很多那个锅边啊，锅盖，是不是？是。来，我们鱼窝抬下来了，咱就在那里，我们回家卖钱卖一下哈。阿张啊，你这么多鱼买给我晚上请客啊？这么多鱼要多少钱呢？2000块钱吧。1500给你吧。1500，
老板，这1500卖给这位老板啊。这个老板要这一干嘛？他送人还是自己吃啊？自己吃的，晚上请客啊？晚上吃的，晚上吃的啊？晚上请客。1500卖给他，晚上也下雨了。老板加一百。啊？1500，1500可以的吧？可以。哎，你看呢？啊，可以，1500卖给他。啊。然后我帮你送到哪里去？我送到我接上去。好，那我等下放在车里，我等下帮你送。好，可以。那你微信给他，那我扫一下。看看你微信给他。可以，好，等一下啊。好，稍等，稍等1500。好，可以收一下啊。好。谢谢老板。刚刚下大雨，这位收货点的老板也不在。我们刚刚碰见这位老板，他要买鱼，晚上要请客啊，1500卖卖给他，现在把他送到街上去啊。谢谢你，老板哈。喜欢阿生侃侃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哇，好多。哎呦，还有骨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也是小红骨，哇，弹丸，哇，真的好多，又是红骨啊，红骨哇爆了啊！快，看我这是什么？哇，还有刺的，快点扔进去。这里有一个螺，阿伯有漏了，阿伯，我这里还有个，还有漏了，漂亮。哎，这里。哦，黑钓，哇，这个可以很久没抽了，哇，八公，来进去，这里还有一只八公，哇，哎，哇，黑钓，你看这都是土啊，哦，满地钻土了，来抓头，抓头，哇，你会看得清楚这是什么吗？你看它嘴巴，哎。土龟，好，阿土哥，哇，红骨，这是什么？黑雕哈，哎，看珍珠斑，这里有多，哇，停一下，八公，这里还有只，哇，珍珠斑，这个是珍珠斑2斤哈。哇，珍珠斑，来进去。哎，这里是什么？错过来了。这。哦，什么？鲈鱼啊！哇，红骨哇，一锅断了啊！哎，谁？哇，鳜鱼啊，油鳜3-4斤。漂亮，哎，这里，哦，哇，真的是红骨哦，又是小红骨啊，哎，这是什么大鱼啊？哇，好深，看那好深，这里一只青抓，哦，跑到这里来。过来，它就死定了。哇！怎么？哦，红骨。哇，卡到里面，转出来。哇！什么？哇，又是鳜鱼，漂亮，也有3-4斤。哎呀，这里一只，我青蟹。阿峰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只青蟹。青蟹吗？会咬我。有一个棍子。哎，给它咬住，不然完蛋了。咬。哇、哦，小时候给这个咬怕了，上来了。哇、哦，抓住。哇、哦，不要咬我。这个有没有6-7两？哇、哦，很硬，漂亮。来。
进去。你那边摸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没有。没有了，回去。